你们是三台吗？不是啊。好的，三台我就直接退了，妈个鸡。认识三台人就觉得自己好像队伍里面三个人都认识你，就觉得你自己天下无敌了，真的是。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天下无敌了？真的是，我真的发现是的。每次匹配上那种四排，只要三个人是跟他们一起的，那对不起，那他们就是天下无敌，他们这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，真的是，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。你看啊，我给你打个招，我给你打个比喻，对吧？你可以叫我唱歌，我也唱过歌给别人粉丝听，那人家粉丝是怎么说的？他说啊，你是小团团吗？我知道你是经常唱那个歌，你可不可以唱个歌给我听啊？对吧？你这样说我会唱，可是你是他是怎么说的？啊，你是不是那个唱那个小摩托的？你唱个歌给我们听一下，活跃气氛看看。我希望你匹配到周杰伦的时候，想听他的歌也可以这样说，我看他会不会给你唱，真的。所以说他一句话可能是一样的意思，可是他说出来的语气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那就真的是没办法给你唱，我真的是想给你唱我都没办法唱。你好像别人该了你的一样，别人是歌手就遇到他就得给你唱个歌是吧？别人是模特是不是要给你走个秀啊？别人开视频直播是不是要给你发段视频啊？别人是短视频直播是不是现场拍个视频给你证明一下啊？别人是内衣广告的，别人是拍内衣广告，是不是还得发一个照片给你看一下？我真的是裂开，想着就觉得气，真的是千万不要学习这种，真的太情商太低了，我真的是说话真的是一门学问，快去看点书吧，真的。好可怕，又要开始宫斗了吗？又要开始，他怎么不带我呀 ？Hello， 牛逼！你们两个在说啥呀？一个说 Hello， 一个说牛逼，你们两个在对话吗？一号、二号，我们只是心灵上交流一下而已。牛逼，主播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大哥，你别开自由麦了，你这个麦有点炸、啊。你在哪个平台播呀？我在斗鱼直播。斗鱼现在流量大吗？还行吧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，我看不到啊，我只是一个主播，我不是斗鱼的内部人员。那你能看得见你自己屋里人多不多呀？屋里人还行吧，不算很多，还是有人看的。我是新人呢。你是新人？你是哪里的新人？绝地求生新人吗？你不会是个主播吧？你不会这个麦做主播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那麦肯定不是主播。那你说你是什么新人？新手，新手，差不多吧。这个人表达的能力是真的差。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谁吵了？我刚刚还在想能不能遇到主播呢。真的，不要吵了，我旁边有人。谁吵了？今天遇到的路人都好奇怪哦，莫名其妙的暴躁，不知道谁欠的钱。打个锤子，我声音都没听到的。哪里有人在说话？我日，没有人说话，我吐了，这个人有病吧？刚明没人在说话，他也在这里哔哔。谁说话了？我没说话呀，我刚麦都没开。我跟你说，这个、我们现在都不说话，这个四号等一下死了，他肯定要说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叫你们别吵了又吵，这就好比。一个 ADC 在跟上路的人双排，然后 ADC 被打野抓死了，他就说上路，你干嘛不来帮我？他们都在抓我。来来来，最糟的是这个上路还带的是一个隐然。哪有人啊？我这旁边有个人，你们就说话，听了个声音就没动了。我们过去。过去帮他一下去吧。不喜欢这四号，看就知道怪队友。我们两个还是得走一起，我觉得。这旁边有个人呢、啊，开摩托车过来的。我这里有车。这二号麦是真的炸，我们两个一起走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结果我们搜了半天也没看到这个四号说的人。这个四号在无中生有，他在暗度陈仓，他在凭空想象。
他在凭空捏造，他在无言无语。嗯？哪里有人嘛？根本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，好不好？还掉线了，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刚刚屁话多，好像说错了，自己直接不知羞耻的退掉了游戏啊？肯定是撒谎，他在骗人，根本就没人。开摩托，怎么还掉线了？开摩托车过来，哪里有人开摩托车过来了吗？那个摩托车都停在里面没动过，哪里有摩托车？这人肯定在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凭空想象，凭空捏造，无言无语，无可救药。逝者安息，一路走好。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，他掉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人肯定现在羞愧难当，把我们队友骗过来了。好，往上跑一点就有个车，往上跑。OK OK。哎呦！打他！不杀他吗？他一个人。车后面，车后面。这个应该是后面开车来的。带我下面汽车。带我。这儿叫汽车。你还相信我的开车技术吗？没事，总比我自己开好，我自己开更垃圾。我就是个小菜菜，我就是个小菜菜。别往那个别往轰炸圈走，往左边走啊！你怎么开反了？我觉得这个人想谋杀我，故意把我往轰炸圈带。你有5.56的子弹吗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再去下面搜一下吧，那旁边那个房圈。哎，你在斗鱼算大主播吗？我是小主播，中型主播吧，中型主播吧。真的没想到会遇到哎。你问问你们家有没有我粉丝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也是主播、啊？我叫九沙八。我不是主播，我是 YY 平台的。哦，那你不要再我好久不玩了。这说吧，我的天！你这别！其他人说你们这不管吧？哔哔哔！我给你哔掉！什么东西啊？我不认识，他是谁啊？你很出名吗？可以百度一下。百度一下，百度什么啊？九沙八呀。九沙八，千万神豪。这里有车库。千万神豪，这是遇到一个神豪了吗？哎，我直播间有人认识你，他们说你是一个大神豪。不过好久没玩了。为啥不玩啊？你为什么一个人玩游戏啊？我的天，像你们这种，我不爱跟主播玩，因为主播的 KD 太高了，玩他带我玩，他妈对手太厉害。那我也是主播，我 KD 就很低啊。我认识的主播 KD 都高得有点吓人。你认识哪些主播呀？大点的几乎都认识。哦，那我是小主播，那你肯定不认识。哎呀，那我天哪，你都给人家刷了几千万了呀！天哪，这也太大哥了吧！这种我都没见过，这种大哥，我的天，我直播间没有。我想问一下你，几千万是干什么刷出去的？就是年度周星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样的运气能遇到这种人啊？你来接我哟，我把他放过去接你。游戏主播的话就没有那么，可没有你们那么激烈了，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过这种大哥，他不认识我。就前两天。现在有时候抖音看看。哦，你看抖音的呀？那你不知道我吗？我抖音上还挺多粉丝，300多万的粉丝，你没有刷到过我的视频？没注意，你个骗子，你个骗子！哎呀呀，等，什么呀？阿浩，你在说啥？阿浩，你别说话了，你都麦炸了，差点被阿浩给暴露了。那你还认识什么有名的主播不？娱乐的主播我认识的多，娱乐的主播大概你能说得出来我都认识。这里有好多人，打他。完了，我没子弹了。哎，眼前就有脸。
聊天去了，尴尬。就捡子弹，就是捡三十八子弹怎么够打？那个人就差一点点。嗨，大哥没了。